每次来人都用障眼法。谁让你把冷宫布置得如此富丽堂皇？我舍不得阿恒受苦嘛。那多喝一些花露，你身上就会有草木灵气，能尽百兽，可御百毒。帮我做一件事。阿恒想要做什么？老皇帝有意立誉王为新任储君，一旦立储圣旨颁布，我这个废太子就真的彻底失势了，我要他身败名裂。那阿恒这一次要用什么跟我做交换？你的身体，你的心都舍给我了，筹码用尽。阿恒还没有对我笑过，怎么连笑都不会笑了？等到这件事办成了，一定会很开心的，到时就可以看到阿恒真心实意的笑容了，让他身败名裂。我要怎么做？数日后春风宴，当着老皇帝和百官的面引入宫里，残害无辜女子性命。那个女子多可怜呀、你是妖，又不会真的死。